大家好，我是逸璇，今天是2018年12月8号，现在是傍晚6点45分。那天气雨刚刚停，那就临时的决定可以去新加坡的东海岸试试看，手气抓一下螃蟹，看抓得到东西吗？所以就碰碰运气喽，所以大家一起出发喽。东海岸刚刚停了车，所以要走一段差不多1公里的路进去，到那个公园里头的码头那里才可以放我们的螃蟹笼。那就等一下再跟大家报告一下状况如何。天气看起来还好，有一些云，可是希望不会掉下来啦，就等一下再看咯。现在的潮水应该是在比较低的时候，慢慢在涨潮。大家好，我们刚才放了差不多9个笼子在水里面，所以因为现在天色很暗，也不是那么适合拍，所以就现在是时候收网了，所以看看第一次的收不是网，是蟹笼的成果是如何。这样子颜色的螃蟹，看非常可爱，它就长得像一个面包的形状，所以它的名字叫面包蟹。不知道在新加坡抓得到这个，所以是第一次看到它，非常兴奋，所以抓出来看看它如何。应该是一只母的。It's not clear. Can you get the red pill? Can you confirm? It's okay to me. Is that female? Yeah, I saw. Okay.刚才用了这个渔网，你看它已经破了一大截，就捞到了一只非常大只的大青蟹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在里面，这只是一只母的，所以这个网是上次在西海岸看到另外一个钓鱼用的，而且它也因为用了这个抓到了一只非常大只的大青蟹，好，就这些试试看，用它的方法。没想到成绩还不错，只是这个网现在破了一个大洞，应该是没有什么用了，可是还可以再试试看，既然鱼儿还在，就尝试看看。
现在桶子里面看到的是一只大青蟹，还有一只面包蟹，所以我从来不知道新加坡水域抓得到面包蟹，那也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是第一次。然后那只大青蟹是刚才用鱼竿跟渔网捞到的，也不知道刚才拍的片段清不清楚，所以现在就给大家重补一下。现在捞第二次网，所以非常暗，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。有什么东西？好多只螃蟹哦，还有垃圾袋，都是面包蟹吗 ？OK， 看得到的是三只，所以现在看一看一下，这里这些看起来像是石头蟹，不像面包蟹，就跟刚才的长比较不一样，所以有三只，大小都差不多。我们就拿个桶子来装。好，就是这三只石头蟹，这三只在西海岸也抓得到，所以现在继续捞第六个。好像有一只小只的，还是这？来，拿起来看看。哦，是花蟹。我看得到是一只很小只的花蟹，非常可爱的小花，是花蟹吗？看看一下，好像不是，这好像就是 swimmer crab 游水蟹，所以这个上次在西海岸也抓过。这里晚上的气氛还不错，就很安静，非常适合在这里夜钓，因为非常凉爽，所以有挺多人在这里钓鱼的。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试试看。现在看起来快下雨了，所以我们捞第四次。第三次，不好意思。真的是没有，好吧，放回去吧。好，等一下再继续。这里是刚刚抓到的其中三只螃蟹，所以是一只非常大只的那个青蟹，还有一只游水蟹，跟一只面包蟹，然后另外一个桶里面有三只石头蟹，一只被压在底下，所以这是今天的收获。其实刚才在看这个桶子
在参考一下他们的状况的时候，发现还有一只寄居蟹，所以等一下来捞出来给大家看。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只寄居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捞到的，它就在出现在那桶子里面，非常可爱。非常小的一只寄居蟹，你今天总共抓到了七只螃蟹，包括这寄居蟹在内，所以这里可以发现得到的是这里的海洋的生态非常丰富，一个晚上就抓到了五种不同的螃蟹，所以应该还有很多没有抓到的，比如说是滑蟹跟其他都没有看过的螃蟹之类，所以希望下次有机会来抓到更多。一下子就把它们全部放回去。放生哦，拜拜面包蟹，有缘再抓到你。拜拜。OK， 现在要放生哦。柔软，所以是在这里。